各位咱空中的好朋友，咱的乡亲时代，一边一国台湾的国家主人，大家平安，大家午安，大家好，欢迎来收听咱一边一国爱台湾。咱这是全国拢会当收听，全台湾拢会听见，希望来讲出咱基层乡亲时代心声的节目。我是主持人陈志忠。地中赶快对每礼拜一到拜六，咱早时11点，空中一点钟的时间为大家来做服务，做回空中结缘，做回来开讲，关心咱的土地，关心咱的台湾。那里下早下的时间11点到12点，高雄地区、台南地区、屏东地区，麻烦收听凤鸣广播电台凤鸣二台。周日是 AM981 AM981， 港籍的时间1点钟，11点到12点，分林嘉义地区、分家地区收听嘉义之音 FM91.3 FM91.3。 中道时12点到1点，这旁这是咱一边一国节目上新的连线，大台北地区、大里台北市、新北市拢做方便，甲听中华台、中华电台 AM1026 AM1026 吼啊！咱住伫北台湾的乡亲，中昼时啊，拄啊咧有那食中昼，当咧休困吼，一边用餐啊，听咱的节目配饭食啊，做好 AM1026 中华电台啊，感谢咱中华台的遮个听众朋友、老朋友、新朋友吼。甲你感谢，同款咱站门口离即个暗头啊，7点到8点无改变。FM 的89.9，地中的高雄吼、大台南甲听站门口，对早时到中昼变甲暗时啦，一边一国的声音，袂当放弃，爱拍拼甲放松。逐天听咱的节目，互你有快乐的心情，希望的人生，陪伴你的生活。咱来共同打拼一个有尊严的、有愿望的，啊，这是咱的未来。来，今仔是8月初10号，啊，目一个年，我那一个月过三分之啦，吼、过三分之。8月初10礼拜三，那古历是7月初8，吼、啊，这个时间。到今仔为止，咱大家所关心阿扁总统受到政治的迫害。我那2800天阁过14天，我拢阿未洗清啦，功德我那未平反，2814天足足吼，啊，互相加油，互相勉励啊，只会当啊安尼互相吼，啊，咱做伙来打拼啦，目标阿未完成，绝对未当放弃，2814天吼，来台湾中国一边一国，咱的主题音乐。地中先加一个烟草吼，啊，等下回来现场，啊，咱就马上开始，包括咱今仔日有新闻的这些重点消息，甲大家报告。啊，咱现场的口音，佮今仔咱的这个啊，我那算这个新闻现场的连线吼，我那拢要来做口号，来，即卖先甲听歌。台湾，中国，一边一国。台湾，中国，一边一国。
多谢咱全国的乡亲士大，即卖是咱一边一国的节目，咱即卖啊开始甲今仔新闻头条，甲大家乡亲做一个报告。真欢喜，咱成功啊！咱的即处理即个巴西里约奥运，哦，咱的许淑净啊，咱的选手，你即个举重摕到一名世界第一名，摕到即个金牌。这有那台湾，你国际上有那个加一个记录啦。你看美国的报纸，你统计吼，即卖世界各国摕到奖牌，顶管写台湾啦、啊，台湾啦、啊。美国的报纸是用台湾、台湾来甲咱称呼呢。用真是大，啊有比这个较好的广告吗？咱恰恰咧讲啊，咱的国家主权。国际地位，哦啊，人中国不同款，就爱一边一国分好清楚。有比什么？比这个咱伫奥运会顶冠摕到金牌这个纪录，全世界嘛知道台湾的选手啦。昨地中我伫节目咧讲，为因遐个啊，那哪样的就讲啊，这用这个中华台北咧参加呢，不是台湾呢？你看美国记者，一定管的是写台湾啦。因的认知的是咱的是台湾，世界上无啥物有做中华台北这个国家啦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这足简单呢，只要咱来拍拼，就会当予台湾这个名，哦，咱的国家的名，咱的母亲的名，你世界上来予大家看会到啦。所以这是最重要的。我在我的脸书顶端有拿来公开分享这个观点。自由时报那个电子报拍摄吼，啊，佮包括着三立新闻那个有拿有网站吼，那个电子的即时的新闻，有拿拢有甲地中这段有拿看出来吼，都啊就长。啊，无用汽车到处十一点嘛吼、哦，朋友传来你互我看啦。讲啊，地中啊，你上迄个自由诶，啊，搁上三立诶。我讲太有咧，啊无采访我即个太有在上迄个。伊讲有啦，马上怎啊打互我看你。啊，原来就是地中我伫我诶脸书顶悬所写啦。我讲你体育场顶悬一边一国啦。讲什么拢假啦！就是体育场顶悬、运动场顶悬，就一边一国啦。台湾选手打败中国选手，就打这个标题，咱就心内有那真安慰、真爽啦！吼、哦，讲白话足爽的你。台湾选手打败中国选手，台湾中国一边一国的，啊，这就是咱台湾的软实力啊！要拼外交、拼国防的。为当时啊，终于到了，啊，就透过一挂软实力来发挥吼。所以政府爱加经营这块，吼、哦，不是讲外交国防就放掉，不是，但是这个部分会当加加强。哦，啊，这是我的一点啊浅见吼，有那好大家做参考。用真时代，你看今卖上新呢，咱这几天一直在节目中咧讲。这个江春南吼，啊，这个啊，江春南先生要来派这新加坡代表这代志，啊，因为酒驾啊，所以今麦引起着真大的争议吼，啊，相信这个啊，江春南已经甲总统府、甲小英总统来示警，吼、哦，来这个我那啊，无要做这个代表了吼，啊，所以这个代志算先啊告一段落。所以各位咱的好朋友，你讲这个舆论的力量，包括咱的广播电台是一份子啦，吼、哦，是一份子。电台嘛是舆论的一部分。用真是大你的这个民意的反应也好，咱可以发接偌济通。大家咧讲啊，这个酒驾，这若派做大事，台湾的民主下了了啦。尤其新加坡上要义这种的就对，那你新加坡喝酒啊，搁来开车哦，或者是真正的翻天条的呢？
迄主管毋是像台湾安尼讲啊，着罚金啦，叫你去上课几点钟，反起诉像江春南反起诉安尼，一当一工一当内底若无还着无要紧。新加坡迄是罚足重的呢，你着知道因迄是法律的制定甲执行足严的一个国家啦。啊，所以你政府内底人才、社会人才有哪足济，这个实在爱考虑。我那拖七八天了，总算啊，即卖有做一个处理。所以咱玉金时代唔通讲，大家反应无效哦，一再大家在怨叹，讲啊，这个有嘴讲甲无烂，啊，要安怎口音啦？地中你哩节目安怎呼吁？啊，这实在的那到肥火车啊，无人咧重视这声音，我感觉嘛无遐悲观呢。你看这个东山条例，本来是临时会讲着要啊，有那定力要到位去啊啦，讲你是暑假立法委员着爱出国访问，爱考察吼，啊，大家拢咧无闲，说无得个临时会着爱到位，东山条例着拖累啦。外界大家安尼一再来反映吼，讲袂使搁拖一啦吼，搁真正的。行程阁取消嘛，爱先开临时会，你看有影无啦？用真时代，你看代志的发展有影无啦？真正就是照安尼啊！民进党团我那来从善如流，听民意的意见啊，马上召开临时会，来甲大家所要议的这个东山条例，用上紧的速度，表决嘛甲通过。即卖你看东山委员会。要请债，要成立嘛？顾立雄啊，大律师啦，即卖的部分顾立伟，伊即卖的立伟爱先辞掉嘛，因为伊行政伊要派伊做主任委员哩，专门就爱来打这党打，来请债，来追讨国民党的这违法的东山啊。所以看法律通过，所有的这工课工程拢有一个启动，这我相信是好消息。啊，这嘛是用真时代，啊咧，大家实在逐工啊咧来，啊，有那呼吁啦，啊，着有那来高价兼拜托，但无啊成果出来啦。所以话当时啊，唔通看不认讲，啊，拢讲拢无效，啊是讲啊新政府太，啊就待两个月位，哦，即卖的五月、六月、七月，啊即卖的啊八月啊吼，讲啊在速度。啊，太无安尼足紧啊，是安怎？你将要甲大家报告，加一款耐心吼，我那加一款耐心。换一个国家，实在也无遐简单的代志啦。你看，对总统到院长到各部会首长，讲无认真，实在讲的我那是正眼的话啦。通白媒体逐工咧骂咧，讲啊着。新政府上台的一堆问题安怎，这也未顺，也未顺，讲算命的就叫出来咧算命，讲迄种的用风水的就咧讲，讲家真正无啥物人讲啊吼。咱免对因神经，但是脚步桥在该安怎做就安怎做，东山该退就爱退，该清就爱清，代表换人就换人嘛，派一个搁较适当的去新加坡，我相信也毋是啥物大问题哩。有的人在说啊，派一些重要职务都派的国民党时代官员，没得家是过渡性的一些安排啦，我相信都会让我们做一些调整、哦啊、所以这个部分包括到司法，今天最新的消息，法务部长邱泰山部长，我们的听众朋友、哦、我们这段时间提出很多意见，对着区部长的真侪建议吼，包括啊司法的改革啦，包括像啊检察长，你看嘛换人啊，北检内底个24人对马英九的，咱也寄望讲新的检察长会当依法赶紧来做一个查办啦。对着陈总统要平反的代志，用真是大啊，咱也继续监督无要紧吼啊，这总是。法务部长打新上台，啊，开始咧做工课。特征做要废除的，立法院已经有提案伫遐。今仔我看上新的新闻咧报，
立委有迄个书面的质询吼，啊，质询分两种啦吼，啊，一种是口头质询，就是咱新闻看到迄个镜头无，官员徛一边啊，立委徛另外一边无，安尼一问一答，你问一个问题，伊回答一个啦。买了照相无，那照相未去，迄叫做一个口头的质询啦，啊，是讲你以为迄个总质询吼，啊，迄个算你贵的迄、那个。啊，大会大会内底吼，迄、哦那个做啊，迄、那个议场内底总质询，啊，那委员会委员会质询，啊，今仔这是书面的质询，啊，法务部长我那正式第一届公开官方的立场啦，讲特征组爱废掉啦，特征组爱废掉啦，爱甲这个特征组废除了，伊这些人员哪好啦，伊这些工作。全部啊，就回归各地检署来做一个处理啦。用真是大啊，这嘛是大家这段时间以来，咱大家安尼来拍拼，大家咧走从，这个不公不义的，这个迫害单总统的特征组，那无会司法的改革，无法度踏出第一卡步啦。所以你看法务部长。我那是第一届正面来回应这个代志，法务部会来规划这个工作，有可能上紧后会期九月十月，这就通过这个修改法律，甲特征组废除。这个代志对地中我来看，不是单一个单位哦，这个甲废除的问题，这嘛是向陈总统一个公道。听陈总统一个讲的，当然不是讲特征组废除，安尼所有的拢平反。伊当时特征组安尼明知啊冤枉的，甲人起诉案件，为个哩反伊呢？甚至你讲像迄个龙潭案啦、国务机要会嘛，搁咧拍呢？陈总统被关的，啊关乌了的龙潭案，迄嘛特征组起诉。啊，证明迄个内底拢是用假证据咧，甲人起诉的，毋是单废除特征组尔啦，包括遮个相关的检察官，因为即种的法律责任，这嘛爱追究咧。岳峰如检察官，走去日本人通缉犯讲条件，用假证据、假笔录来假阿扁总统的这龙潭案嘛。我咧讲的就龙潭案啦，啊，即、這个除了废除特征组以外，佮毋免追究即个违法失职的检察官的责任嘛？这是后一个工课啦。用真是大唔通，感觉讲啊，咱逐工而且讲一点钟，秘书拢加讲的，讲的也无法度做，也无法度实行，啊，官员也不一定会听到。千万唔通遮尔悲观。对几这几个例，我讲江春南代表换人的例，东山条例有哪落上紧的速度甲通过，包括特征组即卖要来有哪着手要甲废除，哦，要来甲进行要甲废除。咱就知影讲民意确实有伊的即种的力量，用亲是大的声音。有哪有足大的发挥啦？无一定是知啊，咱讲哦，今仔咱啊，在时讲啊，你讲啊，下晡马上去办，无法度较紧，无法度接紧，无法度讲这礼拜讲后礼拜一定看到。但是你看几个月过，半冬过，还是安怎子？一冬过，两冬过，最后有哪有伊的迄个成绩出来？所以对着这部分，咱也爱甲新政府来肯定吼。这拢是平反的工作，嘛是转型正义的工作，嘛是改革的工作，无阿尼简单啦，无阿尼简单。最近包括咱的友台，啊，我那真济乡亲的反映，讲啊，一月十六大家拍拼吼，啊，邓侯民进党，不止总统票啊，包括立委的票，包括讲不分区吼。你同时为着要让绿色的国会过半，民进党单独过半吼，更不是过半尔，是爱单独过半。本来话当时啊，
政党票要投别个政党的，拢抽抽转来。哦啊，迄阵伫中国也未来访明，我阿伫伫咱友台阿咧主持。你选前一个月，差不多逐工拢讲这讲这个题目啦。呼吁大家票爱投民进党，民进党单独过半吼。啊，最后实在有哪里大家拍拼之下，啊，真正过半。啊，这习主席又属于来上悬的啦。啊，所以咱话听上咧，有哪看不认啦？讲啊，这个票安尼都拢啊断啊吼啊支持，啊希望讲着爱平反陈总统。啊，就爱来这个吼，啊，对抗这不公不义，啊，太啊未看到吼，啊，具体的这个成绩安尼啦，真侪咧看不认这哦，啊咧反应吼，啊，甚至啊讲啊直激动安尼，卡来哦地中的啦，卡来啊咱的这种的平台专线啦，佮卡对服务处拢有啦，电话也接足侪哦，真正接足侪，出歹势地中空中要甲大家。我拿来说明吼，那讲用真实大安尼来看不认，实在拢是地中爱甲大家回实的哦，啊，咱的责任，因为咱节目中确确实实甲大家拜托高正，讲民进党爱单独过半，我家己也党员呐，我有那民进党员呐，啊，咱大家安尼的寄望，当然咱也希望讲早一天的时间，早一天好安尼，早一天的时间。和陈总统，我的老爸早日来解脱这些痛苦了。但是话当时啊，就是讲理想人现实，咱的追求的目标人政治，哦啊实际咧来操作的时阵，可能有哪有伊的迄个落差里遐，还是伊的时间性啦？唔是讲无法度达成，啊时间性里遐。所以这个部分，我来拜托乡亲，啊，搁加一寡耐心。哦，当然，咱有哪会急？地中绝对比大家较急，我绝对比大家较急啦。但是咱嘛是工课爱做呢，咱嘛是同款爱这个有哪脚步爱打好呢，唔通家己内乱啦。那家己内乱的时阵，多中着国民党，啊，国民党咧上爱你家己内乱呢，啊，家己互相离啊啦，安尼骂来骂去啊，安尼就惨嘛。咱的力量会去用分散。哦，所以针对着这点吼，有那参考地中的意见啦，吼，和我估计一下，咱这有那用鼓励代替着这个责备。当然，大家唔甘，为着阿比总统的唔甘，对着兵犯的这种的，有那实在感觉讲，爱得较紧的，吼，爱得较紧的，安尼，地中完全会当了解。但是只要不放弃，我相信吼啊，绝对咱啊一旦来个这个完成吼啊，希望讲对大家爱有一个交代，啊无真正咱一边一国的节目啊，无法度对乡亲是大全国这些听众交代。开始同时甲大家拜托票啦，包括总统票，包括立委区域的票，包括部分区的政党票，拢是地中的节目吼啊，安尼逐工一点钟安尼吼拜。讲到拜六安尼，逐工咧讲诶，出侪票安尼鼓舞过来，确确实实，确确实实是安尼。但是用真是大，我相信你这张票当了无唔对啦。那无这张票单独过半，今仔有这个东山会当来追讨党产委员会吗？今仔日会当讲啊，这个开始军公教的改革啊开始呀，司法的改革也要开始呀。有哪就是民进党的政务，才会重视民意啦。所以用心是大，咱要有信心哦。这张票绝对无当唔对。哦啊，当然，咱也希望讲这个工作赶紧完成，尤其对着陈总统这地哦。啊，地中对大家啊，有哪会当交代？啊，无真正我无阿多交差啦吼、哦。这我要有心理准备。来，咱即摆先加进一个广告吼。等者等来了，咱要甲连线吼。哦啊，有关最近大家咧讨论讲体育嘅问题，为什么台湾对着体育人才那像啊捞未掉啊？即、這个到底体育有一寡乌相也好，一寡运动比赛吼啊，即、這个部分咱邀请到啊，咱我那经理委员林国庆吼啊，咱的林立伟啊来甲大家做一个分析吼、啊。先甲进广告一个，马上回来，多谢。
即卖是广告的时间，各位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陈志忠。即阵啊，有几啊位买咱正成 Q 10的乡亲，敲电话来甲志忠讲，过去因是毋捌食过即味，结果服用了，感觉效果真袂歹，佮专程敲来学了，所以志忠特别佮要来介绍。其实 Q 10伫国外是做事情，因为 Q 10是咱身体内底帮助咱的细胞产生能量。增加生命力的一个元素，啊，佫会当抗氧化，抵抗自由基的产生。自由基、自由基是医学专业的名词，伊会损害着咱身体组织佮细胞，引起着慢性的疾病佮身体老化。Q10 就会当抵抗这个自由基的产生。特别爱注意的是讲，咱若年岁愈来愈大，咱的身体特地来制造 Q10 的功能会愈来愈歹。Q10 就会愈来愈少，所以咱大家开始知影讲爱另外搁做补充啦。别行卖讲，即卖伫市面上，你会当看到足侪女性朋友的保养品，抹面的啦，抹身躯的，拢会特别来添加着 Q10 的成分，这就是 Q10 的价值。咱销量第一名，受到听众朋友喜爱的正成 Q10， 原料对日本进口，搁添加维生素 C、维生素 E、卵磷脂、葡萄籽萃取物、绿茶萃取物。吃营养素，会当吃一罐就抵几啊罐，佮特别照着卫福部的规定，每一天建议补充的分量来制作，一罐足足会当吃两个月，只要2800块。咱台湾的国宝和平牛樟脂，有农委会专利技术的授权，是真真正正用龟裂的牛樟脂的基石体来制作，唔是一般用细菌培养的一种的菌丝体，咱一罐是3500块。有丰富的 EPA 和 DHA， 原料是对海水上清气，北欧的这个挪威来进口，正成深海鱼油一罐2200块。这三项产品买一罐，搁送你一点的点数，满6点就加送你一罐。若讲平均册每一罐会当省几啊百块以上，赶紧招亲戚朋友做伙来买，会当讲买愈多，你就省愈多。最后是咱一瓶一国欧盟尼永成饮料。用台湾在地乌木耳来制作，搁添加红枣、枸杞甲乌木啊，一箱24罐，1450块，一届买2箱，搁俗100，是2800块。咱一边一国爱台湾收音机，替听众朋友设定好，声音足清搁响，出门好炸一台是899块。最后是纯天然芳醇搁好啉的新鲜地瓜精，一组30包5400块。以上的产品若有欠用，卡服务专线0776180075，0776180075。感谢努力。非常感谢咱全国的听众吼，卡多啊，这是一边一国咱一个节目的工商服务时间。用尽时段，若有欠用，我那拜托高官啊，这个听咱的节目嘛，帮忙咱的节目拼一个经济吼，有厂商甲咱来支持，甲咱来赞助，啊，咱的节目才有法度继续啊。甲客服务专线、平台专线，0776180075，有专人甲你服务，对在是9点到暗时的6点吼，啊，拢有这个吼啊，我那专线的电话。7618075，头前加07吼，来刷嘞，地中要来个连线吼，咱来卡好咱的林国庆经理位吼，啊，有关在一挂体育的问题，啊，咱来请咱的啊国庆兄吼，啊，咱的林立位，甲咱听众做一个分析。哎，当时唱一条阿比总统的歌哦，地中的节目冇放。实在在有情有义啦吼，有情有义。喂，咱的林立伟，哎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哎，伟员你好，我是地中啦，哎，啊，即卖多是咱空中吼，啊，一边一国爱台湾的节目现场的哦，啊，是不是请伟员先甲大家全国听众拍一个招呼？好，地中好吼，咱空中所有四中外头好朋友哈。大家午安，大家好，我是一家人为做啊好，厝里无饼兼无灶，讲真啊。我为完你做名，因为你唱阮爸爸迄条歌吼，我伫节目中放过六届吼，啊，这个烟灶大家最爱听啦，这先甲你多谢。今仔哦啊，耽误你的时间，因为
这个大家最近在关心奥运嘛吼，体育的问题。啊，委员，你这方面也拢有加亲近吼，是讲要甲你请教啊，我那甲大家分析一下，到底台湾的这个部分哦，包括是讲运动的协会啊，他也讲的名单网友拢甲整理出来，拢讲国民党咧把持啦。啊，像这个问题哦，啊，包括就讲是安怎，像谢淑薇的事件啊，到底迄、那个？问题卡里对哦，这个部分是不是委员在你的看法呢？是这点哈，因为我那对地方的议员开始做起的哈，这点咱看到表面上当然是这个全国的体协内底哈，是都是国民党安插因家己的人去做全国的理事长，全国的哦，拢全国。咱看到名单是全国的，对，但是可能真侪人唔知讲吼，是县市政府内底诶，这个理事长吼是无人要做的，拢总是只议员去承担的。安尼哦，哦，主管无主管呢，还是安怎？嘿，不是主管的问题啦。系，当然会当甲这个县市政府的体育，这个教育局吼啊。体育单位去讨一寡经费，但是大家拢知影讲，县市政府是拢无钱嘅，靠补助咧过去咧。所以县市政府嘅个体育单项是无人要做嘅哦。讲爱去吼，即、這个协会嘅人即新员会员去拜托议员。我以我来讲就好啦吼，咱嘉义县，我就捌担任过嘉义县。即个保龄球协会理事长，保龄球吼、哦、是，对，保龄球吼、哦、是全世界无人要去做的一个理事长啦。所以我那辛苦的工课呢，吼、哦、是。安怎？因为保龄球、高尔夫球这两项运动，你选手练习就爱开钱啊。因为你那边要练习的话，一定要去保龄球馆、保龄球馆你就爱每一球拢爱开钱。啊，咱那边做篮球的棒球啦，吼、哦，卡球啦，凊彩来学校的运动场，咱就听到训练啦。哦，每个开钱，每一项运动，伊迄、那个可能伊的迄个模式嘛，无同啦，吼、哦。无同，因为即个运动伊免个开钱，但是你高，你要做高尔夫球的即个运动的话，你一定爱去练习场，你就是爱交钱。了解。你要拍保龄球，你就是爱去保龄球馆去遐练习，因为。除了保龄球馆，你没有地方可以去练习保龄球，也成本较悬啦。对，所以讲成本较悬。所以讲吼，真侪人咱看到表面上看到讲，哎，全国的体育的单项，是安怎拢种国民党的人？因为因直接对这个体育署嘛，直接对中央的，啊，中央的钱直接拨给因的，哦，啊，给因了后，因全国的会，因无可能去放落去管事本嘛。哦，安尼我听，管区经理自生自灭俩。啊，所以讲咱台湾的体育运动，想要做袂好势吼，即拢爱对基本开始做起。照你讲，爱从基础的栽培，就是对管区吼，好有经费，等你栽培选手，全国的会成立唔叫意义。对，全国刚刚做一个表演，啊，结果管区吼，而家哈个目睭金金，啊，无钱他去培训选手。这真的是问题啦，这就是说有省的资源的分配不公平嘛。对，啊，你像说我们做理事长啦，我们是去开钱的而已，都给我们拜托的嘛，啊，没人要做啦，啊，跟你说给你议员拜托的，啊，就没人要做，对啦，就失去了人生的利，啊，我们基于一种服务的态度，是，跟一种体育的推广，让它带人起来，对，我很想我喺病拄啊好做嘅时阵，拄啊好啊，等了酷温。哦，一、那个算台湾正酷温，等个全国运动会啦，你讲全国运动会。伊家叫酷温啦，对啦，够早。嘿，啊，原来是咱啊边啊总统讲，什么台湾酷，咱台湾是一个国家，上来再个叫台湾酷。台湾酷就是因为咱承认咱是中国嘅一个地区。对啊，迄个真难字啊咧。对，所以这是阿边啊直接，阿边啊等我咱。这个尊严提出登来，所以讲啊，变改做专运会，专运会简称尔，伊是叫做全国运动会。是、哦。对，啊，迄时阵我系记哩，干阿要去比赛，要训练吼，无钱，啊，我啊歹势去人无看，嗯，啊就家己想起来，甲我某开始讲，啊无，
是二十万啊起来啦，吼、哦、啊，我起来跟到赞助、欸。所以为为完，咱咧说台湾的选手是真心酸咧，就是讲哦，你讲啊，你迄个比赛前的过程、训练、养成，其实做漫长，吼、哦、啊，其实是做孤单啦，吼、哦、啊，可能钱爱家己去啊，去家己去操纵，啊，你得摕到奖牌啊，国家才讲要发奖金。啊，所以这个制度嘛，是你讲讲台湾的体育发展未好吼，是不是？迄个制度性爱有一块改革。制度啊，第一就是讲，这个选手无保障啦吼，因为做一个运动选手，伊的这个运动生命吼，拢唔是足长的。那受伤的抓的真正报销员呢吼？对，看每项运动嘛，你像体操啦，体操差不多啦，二团会啊吼，是最后的比赛啊啦。啊哦、你三十岁过就无可能去做体操的这个运动的项目啊，就变成啊提升做教练啦。哦，啊，跆拳道嘛是拢少年的尔，哦，啊，所以真侪运动，啊，所以做这选手，伊是其实生活伊有困难啦。啊，煞怎啊，做这个问题，其实国家来处理呢，吼、哦。生活困难，记住啊、哦，是家庭的负担足大。对，所以咱讲真的吼，囡仔咱你家己栽培先，伊吼少年不是愁滋味，伊只要好好去认真去学习，伊无去烦恼讲钱的来源啦，钱是对对来，钱拢是大人去做的啦。嗯，哦啊，所以讲真侪运动选手吼，是有一个梦想，就是讲我以后要成功，我以后吼要出国比赛，以后要摕奖牌，而且摕奖金来影响是大人，因为是大人甲咱栽培。对，换一个角度来讲，今仔日是郭台铭，钱这样济，伊要让伊的孙逐天去游泳，逐天去操，啊，逐天去运动，逐天去让教练甲磨无，袂无，伊个感冒，伊讲这样子伊免嘛，对啦，正变做真济艰苦人个囡仔，大人个甲栽培，是大人，伊都艰苦真久啦，啊，真久啦，是，伊从希望寄托成囡仔讲啊。你去学棒球好啦，你学棒球吼，即较轻练啊。那讲到会出名的话，好以后像王建民啦，哦，像什么人啊？曹锦辉，伊会当出人头地嘛，伊会当改善伊个家庭哦，所有一切啊，嘿。对，啊，所以一寡艰苦的运动项目，我无甲大家骗，拢是艰苦人的家庭叫囡仔就去运动，希望讲以后吼，唔免靠努力。对，当输人头地。我你看这个，迄个许淑净摕金牌，啊，记者问讲奖金要哪用？伊讲，啊，这哪有这条奖金？伊厝内人做产人面较辛苦，你看，你看这经营，你看。啊，伊嘛讲一句话，讲一句话，真实际，我暗示你国家才推出来。确实，这实在。哎，啊，这句话真济人听到哦，伊我就执心讲，哦，我这嘛想要摆上过头啊！啊，明明你是这土地心，这嘛是咱不是国家栽培。当真是大，你敢知影讲人是大人，为着教练费，爱去装钱，囡仔逐天安尼操安尼磨，嗯，因是安怎行过来？啊，国家伫倒位，政府伫倒位，你相关单位伫倒位，你有共补助，有去共关心人个家庭状况无？有去提钱去甲讲啊？你都安怎无？咱台湾有真济学校吼，三项体育的项目拢是训练较进步。一旦要出国的时阵，咱时常嘛看到电视新闻，你讲吼，你无看，嗯，谁来无看？啊，就无钱，无有声，无钱，算片无看，对不？对哇，啊，今仔日来郭台铭伊孙，啊是伊个囝伫来对无？伊阿姊无看无？郭台铭一句嘛讲啊，就拢开我诶。委员，你这也是国会骨力出侪经验。其实咱想，咱中央一年有算是要两条呢。啊，你想讲教育部啦、体育署迄有算出侪，啊，太无法度讲拨一寡来长期做这选手的训练哦。啊，想要保障伊的生活嘛，伊免烦恼三顿啊，免烦恼家庭，爱当好啊去练习啊去奥运会，你看啦，摕金牌，即摆拢宣传台湾呢。这嘛是对咱上好的宣传，这偌济钱买袂到呢？软实力呢？啊，这问题出在对是伊个官僚的心态，还是安怎？是讲？其实吼，钱唔是无拨啦。啊，我走去对一下。哇，你愈讲安尼愈火呀！钱唔是无拨啦，是因为咱的医生吼，拢有经过立法院吼，审查同意通过。啊，走去对。一般立法院吼，对教育
甲国防这两项物件吼，哎、大家拢无啥敢去三二审啦。啊哈、啊，因为国防关系着咱国家安全啊。对，这没有国哪有家嘛，就简单一个道理嘛。啊，教育是对咱的囡仔栽培起的，哎、后代子孙的是。对，啊，所以讲。这个经费，伊有落实去运用无？这才是一个大问题啦。你甲看，对中央级的吼，诶、哦，这个协会吼、哦，有中国的中华，就是中央的协会，还有省的协会，还有官的协会，嘿，哇、哦，一直累，落去到下骹手，落去到选手的身躯顶，伊用到的钱偌济，这。这才是重点呢，吼，有编辑啊，嘛有拨钱啊，结果真正用你选手的，可能有限，可能出错。哇，这问题呢，这问题呢。你甲看嘛，是按照中央级的体育单项的理事长，拢是国民党派的肥缺，拢是因的人。嗯。啊，像我第五的管起单项的运动，现在拢全部人去做理事长。嗯嗯嗯。啊，就。好康经管理啊，没隔离家啦，哦，委员你点出这个重点哦，啊，所以但是即卖不管话啊，政党轮替吼，我相信咱民进党的政务应该爱较重视这点啦吼，啊，国民党伊在安怎做迄个因兜的代志吼，啊，所以啊希望讲啊，即次会当升职啊，愈来会当愈好吼，啊，再做一个改变吼。我刚才实在对台湾是上好的宣传呢，吼、哦。其实咱好难卖磨平家己啦，吼、哦。当时啊，咱咧拼之前哦，拢是讲大家一个理念，讲啊，如国民党爱好倒，啊，咱台湾人跟继续住，咱倒。对。啊，其实我感觉吼、哦，我个人的感觉啦，真感慨啦，是讲，足济官僚的作风是欺上瞒下啦，报喜无报忧啦，哦。嗯报喜无报忧，欺上瞒下啊！结果虽然请了这种，结果批伊的嘛是哪咧批啦？啊！你中央单位吼，我也无管甲遐尼严啦。我包括我简单比喻一下来讲就好啦，好不好？就是讲小英这种，嗯，但是小英大家讲哦哦，几千块，嘿，啊，敢有影？小英有阵就派遐济人。小英有啥去注意他这人？小英自国小到国中、高中、大学，伊所有同学加加起来，名拢叫伊出来，来个排人排无够，也无够，他们还可以。嘛无遐济人，好。嘛无遐济人，一些西嘛无遐济人。对对。所以嘛是爱交行政院去处理。嗯。各部会，吼，啊去交各部会，啊去处理。啊，即国民党以前即我讲的余孽啦，较歹听啦，吼。嗯。国民党的余孽话厉害，你知无？嗯。伊会看方式。哦。你像即个小英的选的时阵，嗯，真济人输底下找民进党即立委攀关系啦，吼。啊。输底啦，我输底啦，甲你斗下死啦，安怎啦？啊，结果小英讲算起来，伊就有这关系。裙带关系都来保住他的位置。伊要拉保，伊要买一个保险啦，吼、哦，伊要买个保险啦，对啦。伊唔是干买保险尔，甚至伊就开始讲，哦，以前我伫遐受偌济委屈啦，拢互欺软弱啦，啊，就是因为我拢替民进党讲话啦，哦、啊，今日来调吼，爱、哦、甲我保障者，其实唔保障者，搁要个先保。搁要个先，对。哎啦，啊，所以讲哦，先话普遍普罗大众一定来讲，啊，这又难。又懒又老，是安怎？啊，又懒又老又难的，对。对，啊，我自己家唔接到电话的，啊，国庆啊，啊，你变家呢？啊，你有排掉无？我讲无啦，卖我皮笑啦。十天就接这个电话，接一烦。我、啊、是在委员，你这人才爱当用呢，你这人才哦，实在哦。我唔敢，我讲听你才讲，我都习惯的。我知啦，我知。咱人吼，人爱欢喜就甘愿受。我知道、哦、是，我来替你抱不平啦。当然，咱这种无目的的，啊是讲实在为国家做代志啊，爱迄、那个吼，实在。无啦，我比一个例嘛。是。咱台南关有两位最优秀的政治人物，这是我做敬佩的。一个叫柯天才，一个叫苏焕智。是。这两个拢是。一个市长，一个县长是。对啊，因两个过去的行政经验也好，啊啊是讲文政经验，各方面拢得心应手。对。这两个竟然派袂到，啊，阮这人是咧想啥嘛？免烦恼，免想伤济啦，人这人才都无用济嘛，所以我只有这个机会甲空中讲，是，卖个等我卡一下你们，你排队啊。无啦，这嘛爱我爱帮你林委员讲一句话，实在哦。
这种的 complain 哦，咱节目有来接足济，啊，开始也无奈吼，啊，是希望讲，啊，我嘛唔知要哪讲啦吼，委员今仔先多谢你吼，啊，咱的时间哦，啊，歹势，希望以后阁有一寡机会阁甲你请教吼。我借一句话啦，嘿，来，借这个机会甲阿扁总统感谢。不敢当，不敢。我当初伫立委任内时阵，阿扁总统有指示叫我去做农委会副主委，啊，但是迄时阵因为等下去选总统吼，是，啊，剩七八个月时间，所以我无去接啊。这是我人生唯一，到即阵伫政治内底唯一的一个遗憾，无法度吼，去真真正正去做副主委来照顾着咱。啊，国家的损失，国家的损失。啊，你先食医生了。别，我那都重要。对啦，系啦，所以讲借这机会来感谢一下吼。好。你若讲讲是真正有情有义的一个政治人物，啊，咱大家爱长期继续个关心，吼，像我伫立新和平，我立新和平的节目什么都干阿冲我。感谢感谢委员啦，我那是咱国经爷一直咧帮陈总统我老爸来平反发声吼。拜托，这种若有闲吼，有时间较常拍一条交五四。好，一定哦，点高率第一名吼，感谢你吼，感谢委员吼。叫我的姓名，这种会过来帮吼。啊，多谢咱林国经委员，咱来连线吼。啊，对。啊，边总统的声援吼，啊，以及加以分析吼，来，咱先进行的工商，马上回来，多谢。即卖是广告的时间，感谢各位听众朋友准时收听《一边一国爱台湾》。咱所推出的新产品《一边一国欧盟》呢，受到真侪好朋友的支持，弟中非常的感动。在一个活动顶馆，有一位大姐甲弟中讲。咱的欧盟呢实在真好啉，佮健康，伊拢当作早顿来啉，一天一定爱一罐。另外一位阿伯嘛咧讲囡仔即卖放暑假，若去拍球、收水回来，开冰箱就一人摕一罐，啉无够佮唱歌的冤家。啊，但是阿伯足放心，因为外面的饮料有可能加一种有诶无诶，糖分足悬，热量嘛悬，但是啉咱天然佮健康的欧盟呢。无论你啉偌济，拢无即个问题。而且甘纳新佮印一瓶一国爱台湾即个 logo， 朋友若来，你请伊啉，愈啉愈爽快，实在做有面子。伫即个旧历七月时阵，家家户户啊拢无用要准备着中原普渡，咱一瓶一国欧盟呢是素食的，会当规箱起来拜拜，好看佮做澎湃。原料用咱台湾在地上青的欧盟呢，佮添加红枣、枸杞加欧盟。绝对无添加防腐剂加化学的香料，佮有经过 ISO 食品的认证，一箱24罐，到黄金只要1450块，一届买两箱，佮减100块只要2800块。另外，若要照顾咱家己的身体佮健康，嘛有咱正常 Q 10、正常深海鱼油、和平牛樟脂、佮新鲜地瓜精，要推荐予大家。每一种的效果无同款，看个人的体质佮需要来做补充、做选择。台湾是大家的，要靠大家打拼，但是身体自己的要靠自己来顾。若有需要，请加咱服务专线0776180075，0776180075，有专人甲你服务。销量第一名，原料对日本进口的正型 Q 等，添加卵磷脂、维生素 E 等重要的营养粉，一罐吃2个月2800块。原料对北欧挪威进口的正型深海鱼油。全世界做事件，伊只拢爱拜托朋友对国外炸转来。即卖地中替咱传路边一罐食2个月2200块，台湾的国宝有国家技术授权的和平牛樟脂一罐3500块。以上三个产品买一罐，佮送你一点的点数，满6点就佮赠送一罐。买愈济送愈济，就朋友做伙来集点嘛会使哦。最后是咱纯天然用几只鸡鸭去滴去提炼的新鲜地鸡精，一盒30包5400块。一瓶一国爱台湾收音机，地中甲咱设定好，取数字就会当转台，方便搁好炸的收音机，一台899块。若有欠用，拜托高官，请卡0776180075，感谢。多谢咱全国的乡亲吼，啊，较多是咱这个工商服务，中原普渡啊，这礼拜我那是吼啊，大家真无闲啊，到这个啊后礼拜拜三吼，
啊，我看真济公司行好啦，家家户户吼，中原普渡大拜拜，有拜有保庇吼，有拜有保庇啦，这也咱台湾的风俗哦，用真时代。啊，咱这个有那真济问题咧问讲，咱一边一个个乌蒙尼哦，一边一个个黑木耳，啊，这无问题，咱这熟悉的哦，啊，拢会当中原普渡。一边一个个这个哈、啊，有那啊好产品啊来，有那对调吼、哦，啊咱来拜拜，表达咱的心意，咱的敬意吼、哦。啊，有这个那相关的问题啊，要订会要注文，麻烦拢甲卡服务专线就好吼。哦啊，安尼两边打通电话拢问地中吼，甲客服务专线07-761-8075 吼，啊，卡手外紧哦，哦，对，即礼拜到后礼拜吼，即拢大家咧无用中原普渡吼，较多啊联络诶，咱联线委员，听国敬爷安尼分析，地中我实在愈听吼，我心内是愈沉重来。唔是无变有算呢，唔是无博有算呢，啊有算博落，结果讲拄中央分甲顶，啊用你选手的身躯顶讲剩无几年啦，这真正是问题啦。国民党的时代安尼咧变，我无意外啦。但即卖新政府当然总统要跨国到遮尼细节无法度啦，迄搭协会几百个、几千个呢，他有法度总统管较较油啦。啊，部委首长的话拢国民党委员讲愚孽啦，我也赞成用这句啦，愚孽啦。哎、啊，着国民党的遐毒细胞都内底啊，你遐咧蹭的，你遐咧挑里头的，你遐咧落鸡啊的，一套咧为着在台湾的体育发展，为着选手咧设想啦，用真是大吼。所以咱来提出，啊，好新政府做参考，该改文啊，着爱来改吼。来，今仔时间的问题可能无法度接口音，来，咱最后一波的广告，甲听一下，多谢。现在是广告的时间，感谢各位听众朋友准时收听一平一国爱台湾。咱所推出的新产品一平一国乌蒙尼，受到真侪好朋友的支持，弟中非常的感动。在一个活动顶馆，有一位大姐甲弟中讲，咱的乌蒙尼实在真好啉，佮健康。伊拢当作早顿来啉，一天一定爱一罐。另外一位阿伯嘛咧讲。讲囡仔即卖放暑假，那去拍球、收水回来，开冰箱就一人摕一罐，啉无够，搁唱歌的冤家。啊，但是阿伯足放心，因为外面的饮料有可能加迄种有诶无诶，糖分足高，热量嘛高。但是啉咱天然搁健康诶乌蒙尼，无论你啉偌济，拢无即个问题。而且甘仔心搁印一瓶一国爱台湾即个 logo， 朋友若来，你请伊啉，愈啉愈爽快。实在做民主，在这个古历七月的时阵，家家户户啊，拢无用要准备着中原普渡。咱一边一个乌蒙呢是素食的，会当规箱起来拜拜，好看阁做澎湃。原料用咱台湾在地上青的乌蒙呢，阁添加红枣、枸杞、加乌麻，绝对无添加防腐剂、加化学的香料，阁有经过 ISO 食品的认证，一箱24罐，到黄金只要1450块。一概买两箱，搁减100块，只要2800块。另外，若要照顾咱家己的身体甲健康，嘛有咱正常 Q 10、正常深海鱼油、和平牛樟脂、甲新鲜地瓜精，要推荐予大家。每一种的效果无同款，看个人的体质甲需要来做补充、做选择。台湾是大家的，要靠大家拍拼，但是身体家己的，爱靠家己来顾。若有需要，请加咱服务专线07-761-8075，有专人甲你服务。销量第一名，原料对日本进口的正型 Q 等，添加卵磷脂、维生素 E 等重要的营养分，一罐吃2个月2800块。原料对北欧挪威进口的正型深海鱼油，全世界做事件，伊只拢爱拜托朋友对国外炸转来。即卖地中替咱传路边，一罐吃2个月2200块，台湾的国宝。有国家技术授权的和平牛樟脂，一罐3500块。以上三个产品，买一罐阁送你一点的点数，满6点就阁赠送一罐。买愈多送愈多，招朋友做伙来一点嘛会使哦。最后是咱纯天然用几只鸡鸭去滴去提炼的新鲜地鸡精，一盒30包5400块。一瓶一国爱台湾收音机，
地中甲咱设定好，其数字就会当转台，方便搁好载收音机，一台899元，然后欠用拜托。